老高，计划有变，董先生让我通知你，在今天的会场上刺杀加藤光夫。那条件都具备吗？刺杀行动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，这次刺杀任务由你来完成，因为你们商会的会员离他最近。那武器怎么解决？通过安检后，会有一个商贩悄悄地把武器给你。如果广场外有爆炸声，那就是行动信号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明白。刺杀行动结束以后，我们分开撤离，我们会暗中保护你的。好的。行，注意安全。再见。佳木斯的市民们，你们好。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，希望能在以后，你们积极地配合皇军，把佳木斯建立成一个繁荣、安全、富足的城市。佳木斯的秩序非常混乱，破坏活动十分猖獗。去，调集加藤一郎，立刻进驻佳木斯。嗨。金濑辰同志，我请求你再次配合我们出城，好吗？我哪儿也不去。我们为你牺牲了多少战友，你知道吗？我并没有要求你们跟我一起刺杀加藤，看着我的战友在我的面前被鬼子活活的打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战友的命是命。我战友的命就不是命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我还告诉你，你们谁也无法阻止我报仇。Японская армия показательно казнила Хуан Юфу и Гао Чжанчхана. Будем ждать человека, чтобы сделать это.
撤离！哎，有没有口令？到。哎呀！